嘿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腾讯 CBA 每日五加球。首先来看汉斯布鲁的野蛮暴扣，突然启动杀入篮下，飞身暴起，隔扣哈德森，如此横行无阻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看完个人暴扣，再来看团队配合，连续传递，突分结合，发现机会，一击致命。纵使你八一收缩内线，我依然可以靠整体撕透防线。北京靠整体突破防线，而阿联则完全可以自己解决。内线抢到篮板，隔人双手暴扣，一个阿联顶起球队半边天。阿联摘板，隔人暴扣，贾成摘板，空中补扣，篮后杀出，高高跃起，空中摘板，暴力补扣。如此惊艳的贾成，堪称神兵天降。看完神兵天降，再来看神兵飞起，外线接球突破，飞起单臂隔扣，任俊飞的这记惊艳隔扣，无论是难度还是观赏性，都无愧本日最佳。